太极柔力球标准教学系列飞龙七套第一段扰环波浪四乘八拍身体立正站好左手拿球右手持拍左手将球经体前上方抛向右上方右手持拍向右上方接球球入球拍后第一二三四拍原地在体前进行八字绕环第五六七八拍由左脚掀起通过四步转360度向前行进间水平旋转并在水平旋转的同时进行两次上下起伏的波浪变化第五拍时球拍由体前右侧高点向下沉至低点后向上浮第六拍时到高点接着向下第七拍时沉到低点然后开始向上浮至身体左前高点为第八拍第二个八拍与第一个八拍的动作相同方向相反第三个八拍与第一个八拍的动作相同第四个八拍与第二个八拍动作相同这段是连续向前进四个八拍第二段摆宽扰环四乘八拍第一个八拍持拍臂在体前左右两侧双圆扰环脚下随扰环向左两次并步向右两次并步第二个八拍一二三四拍体前八字绕环脚下随扰环方向向左右并步五六拍时持拍臂加快一倍节奏进行体前八字绕环脚下向左右两侧跳并步下肢随扰环的方向向左和向右摆宽第七八拍时还原节奏速度左髋向前顶右脚向前跟步身体右转第三个八拍和第四个八拍与前两个八拍的动作相同方向相反第三段弓字跳旋十乘八拍这节脚下走的是弓字线路弓字的上下两横由左右的跳转步完成中央的竖由左右侧旋的步法连接在横向跳旋时一二三四拍先在体前八字绕环然后左脚外转向左轻跳右脚扣步落地同时身体继续左转左脚顺势落地站稳持拍臂以水平方向画出一个圆向前画一竖时先以向前上步的反八字绕环接向前的左侧旋转再接上右步的右侧反八字绕环接右侧旋转动作上一横与第一和第二八拍的动作相同上面一横做完后再沿原路返回完成该段动作第四段上下扰环四乘十拍持拍臂先在头上平绕再接向下的换手平绕
先上左脚，向前走四步，在原地向右走四步，完成360度转体，然后向前点左步，再向后垫右步，完成第一个实拍。在第90拍时，将球拍换回右手持拍，然后开始第二个实拍。左脚先走，向后退四步，然后右脚先走，原地向后走四步，转体360度。第九拍，左脚向后点步。第十拍，右脚向前垫步。持拍臂与第一个实拍相同，先头上平绕，再向下换手平绕。第90拍时，球拍换回右手。后两个实拍与前两个实拍动作相同。第五段平旋波浪，四乘八拍。第一个八拍，一二三四拍，先出左脚，向前走四步，转体360度。第五六七八拍，先出右脚，向前走四步，转体360度。持拍臂先向身体右侧画圆，紧接着向左水平旋转，同时第一拍向下沉低点，第二拍向上浮高点，第三拍沉低点，第四拍在身体的左侧浮高点，然后顺势在左侧高点画圆，第五拍沉低点，第六拍浮高点，第七拍沉低点，第八拍在身体右侧浮高点。第二三四个八拍与第一个八拍动作相同，前两个八拍向前走，后两个八拍向后退。第六段交叉盘旋，四乘八拍。第一二三四拍，脚下向左前后交叉步。第五六七八拍，向前摆右腿，再直腿向右后转体180度。在第七拍时，右脚向右点步，八拍左脚垫步。前四拍持拍臂在身体前后八字绕环，后四拍持拍臂向右侧平旋，缠头后接下一个八拍。第二三四八拍与第一个八拍动作相同。第七段绕旋腿下，四乘八拍。第一二三四拍在体前八字绕环，第五六拍抬左腿，将球由左腿下画弧抛向左侧上方。第七八拍持拍至左侧接球，顺势向左侧旋转，将球拍经头上旋至身体右侧上方。第二个八拍的一二三四拍在体前八字绕环，第五六拍时将球从抬起的右腿下向上抛起。第七八拍接球顺势向右旋转，经头上至身体的右侧上方。后两个八拍与前两个八拍的动作相同。第八段绕环波浪，四乘八拍。第八段与第一段的动作相同，连续向后退四个八拍。动作结束后，再接全套动作，重复一遍。
完成整套动作。